8 a.m. I couldn't fall asleep again. Been overthinking all the little things I've said. I'm sleep deprived almost every night, and I wish that I wouldn't think instead. I know the sun is up and I got things to do. 真的本人看起来超美的，我认真真的。And I go back to my dreams again, but I shouldn't be sleeping when it's still right now and I'm stuck in my bed. Stuck in my head, cause I've been just not all on my own. When I should make my way out. Hello, 大家早安，终于让我遇到一天天气不好了，所以我今天穿的还蛮保暖的。而且我真的要跟你们说，你们如果来旅行，就是要趁天气好多跑几个点，就不要想说哦好累哦，回去休息一下，第二天说不定就下雨，哪都不用去，可以好好的休息这样。竹地市场现在是早上的9点，我一定要吃到那个 kizune 啊！我对吃的东西真的执念很深，这样看到了，摆出来了，摆出来了！我昨天就是想吃这个，有了，出来了，我的 kizune 呀！有人在排队了，我们先去前面看一下。这个，这间若叶的拉面也很有名，而且今天有点冷，其实还蛮适合吃拉面的，人比较少。吃完这一个皮兹内亚，如果我还有胃，我就去吃若叶的拉面。我一定要看看是多好吃，每个人都介绍，他们就说超级无敌好吃的，所以我这次基本上住宿为了省钱都没有订早餐，从没想过排队竟然排到那边去了，天哪！我要点他的牛杂冻，因为听说牛冻比较咸，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吃内脏，所以大家知道的就是要点牛杂冻，厚度猛冻这样子。那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基本上日本人呢，他们都会点 horomo ni， 就是煮那个 horomo 的内脏煮，然后配上啤酒。我刚刚看到那些大叔们都这样点，我就想说太棒了。可是因为我今天要见网友，所以我不想要第一次见面就醉醉的见他，所以我就忍下来，就只点了 horomo don， 超好吃，然后加尼他玛果更好吃。如果你们有那个胃的话，就可以加一下尼他玛果这样。锵锵锵。这间是很有名的那个 onigiri 的店，这边这间。接下来去吃一下那个马古罗形状的 taiyaki， 我就要去。我在想我要去元素还是去银座，但是今天有点冷，所以我在想一下。这间店哦，这个店名。我真的觉得它价格其实蛮便宜的，不会到很贵。这个 Sorazuki 的大福超有名，这一间它就在草莓的旁边，然后我竟然就这样略过它，因为它太小了。好可爱，你看这很值得吃啊，超可爱。ございます。这一间哦，而且冷冷的天气就是会很想要吃这种热热的东西。哦，不行，好 Q 哦，而且好暖和。我把鱼头吃掉了，好好吃。重点是因为很冷，所以吃这种热热的东西就会很开心。它里面是安果。我觉得不会很甜，正中间的那种好吃，这样脆脆酥酥的，哇，看起来超赞！我来到仔仔的天堂了，秋叶原。
哇哦，秋叶原，是吧？是这吧？那个就是宅宅们的天堂是吗？要一定要去逛一下的地方是吗？大家都去那呢，那我也去。我这次来到旁边旅游，唯一知道就是跟着人群走，大家都进去，那我也进去。哇，好酷哦！虽然我不会买，但是我看了我也开心。他们都做超精致的，不知道有没有 Spy Family。我男朋友很爱看这个，这个最近翻新了，就脸变得超尖的。我以前好喜欢看 Lulu Show。嗯。先生好帅哦，先生变小了都帅。你们看这个，哇，这个真的超像，他这样对到他的眼睛，这个价钱也是超厉害的。这个超精致的，Spy Family 都没有摆出来，都是盒子的。Spy Family。好可爱的，好可爱哦！哇咕哇咕，每次我说哇咕哇咕的时候，我男朋友都会说我是 Dave Dave 一样。哇！洗澡的那个澡盆桶，都是阿尼咩？银魂，银魂。哦，すごいすごい！终于让我看到秋叶原的面貌了，好神奇哦！哦，柯南为什么永远头都那么大、啊？你们看这个比例不太对吧？著名扭蛋，都是扭蛋。这个，我就是要买这个啦。我达成我的目标了，我就是要买这个回去给他们当欧米亚给，所以我就各买了一种，其他的可以在京都那些再买，反正这个东京才有卖的。这样就是这个，我已经回台湾了，然后我把这个拿给我妈吃，她超喜欢的，偷偷拆一个给你们看。这个是巧，这个是奶油，而且是鲜奶油的那种感觉，但它没有完全融化，所以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然后跟薄薄的饼干，还有起司，这个超好吃的，那很浓郁，很适合配咖啡，没错。咦，如果你们有去的话，可以买看看哦，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すごい並んでる。听说超级好吃的，好期待。今天说外面超冷的，如果坐外面的话一定会很冷，就是那种街边小店的感觉，刚好在车站旁边，超多人排的。找到了，我好想吃张 cake 哦，见到美女了耶，天哪，我的我不知道我怎么编，反正在这边放上他的频道，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他一下。因为我说他是美女。
还有小美女，哎，真的本人看起来超美的，我认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真的拍你拍超美，真的，我都给你看。等一下你，我们现在在银座，对 ，Uniqlo 是黑色的耶，它还写反的，很可爱吧？哇 ，GU 跟 Uniqlo 是不是同一个系列啊？集团吗？对啊。就是念了很多店名是吗？对，而且这边还有个日本哦。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日本？为什么不是日本？这是什么？日本？为什么是日本？是红白啊！我不知道。你有问过那个设计师吗？我在大家心灵上从小到大表达，这衣服好大。各位，这件衣服超级大啊！不好意思，我是水瓶小姐，我今天来拍 Eve， 来看一下。哎、欸，它超级大哎 ！Eve 本人够小了，它还那么大。我觉得你很需要这个外套，你现在看起来超冷的。而且各位，你知道吗？现在东京12-13度，他给我穿短裤哎，超可爱。哎、欸，我狂讲话，你会把我什么剪掉？不会啊，干嘛剪你的脚？你难难得帮我拍那个哎、欸，但是我应该会很恨你让我剪那么多字幕。这种也卖惨了。有什么？我昨天在新宿拍很多。哇，好漂亮，啥斯嘎？最有名的是银座三丁目，就是三月那边有。哦，就是昨天很多人在吹喇叭。对对对。我昨天真的很难过哎、欸，我昨天这样子在那边看到那些的时候，我想说我的高级街道到底是去哪里？这些人都在干嘛？我才想说为什么，我真被你笑死我！我第一次看银座长这样。哇，我终于看到他了！天哪，天哪！我盼望了这么久。哎，这个很好。嗯。啊，好有质感哦！天哪。哎，这个很，这一定很，这一定很贵。我看真买得起这个大小了，哎、欸，这个也48嘛，是40000嘛，不是2000045000吧，对不对？不行哎、欸，我在找像这样方太空的，你看，哎、欸，它皮真的是。对啊，我就这样，我就现在有你就够了，95000。我这个才28-29，看这个包才68，完全是超美的。重点是现在日币又贬值，超漂亮。天啊，你看看东京人走路都带风，东京人走路带风，我穿这样都没有办法飘哎、欸，我都没有那个长长的、欸，我都只有这样而已。哇，好多人！看水瓶小姐走在这里面就是超美的。但我这没有好处哦。欢迎订阅我。不行，这段一定要剪进去，那 Mark 就放这边了。水瓶小姐，没有，有吗？哦，吓死我了！我刚刚你那个表情，我想说有，没有啊，没关系啦，找不到就算了，我认真。哎、欸，真的不在这，Google 就是Google。哦。哇，透明的，超漂亮哇！水瓶小姐她给了我omiyage这样超级好的，她去京都玩，然后呢，我今天去买了口罩。有人问我说，口罩就是她很喜欢这个口罩是在哪里买的？这间店，这个名字哪里都有啊，北海道也有，然后就是哪里都有，真的日本哪里都有。然后呢，这边是他带给我的东西哟，你没想到福，
欸，大家真的都很喜欢，都知道我喜欢医美小后，还有科学面，还有人真的超好。还有什么呢？我看一下。Oh my god！ 天哪，天哪！他给我这个耶，拜托，这个真的是我要夹在我的那个日记本里面。我有手写日记的习惯，所以这个真的是他人本人真的超可爱的水瓶小姐，她的 IG 跟YouTube 追踪起来，她是我认识最就是人最好最可爱，然后又超级时尚的就是 YouTube 这样子。我这次来东京，我说实话，我这次来东京，我真的觉得就是东京跟北海道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很严格。就是东京它有自己的路路这样子，就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有点不太清楚，因为北海道有很多地方就是如果你不可以拍摄的话，它会在门前面写说不可以拍摄这样，或者是就是你跟店员问一下就可以问一下说能不能拍摄，但是我觉得东京的店员有点冷，所以就有点不敢问，所以就看他那个店里面都没有标说不可以拍，所以我就拍了，拍了之后呢他就说不可以拍，所以就是那些片段我就不会上这样子，但是能在东京遇到的人真的还是很开心。然后你们看这个，他给我这个小蛋糕，是京都，他去京都的卡斯雷达，哇，人真的超好，再次感谢你，谢谢。我饭店外面的风景也是不漂亮，我说真的，我每次放水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夜景超美，特别是这条街超美。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的，今天现在是早上的6:20，然后我正在想说我要去迪士尼西，就是戴哪个耳环，然后明天是迪士尼 Land， 那今天是西郊，然后水瓶小姐说这个好看，然后我挑的是这个，我其实觉得两个都蛮适合迪士尼的，只是我今天的穿搭我不知道该搭哪一个。Hello， 大家早安。我昨天晚上超开心的，水瓶小姐人真的超级无敌好，然后她还给我欧米亚，给我应该会放一点点片段在前面，反正我真的觉得超开心的，希望她的频道跟她在东京的生活都可以顺顺利利的这样。然后就是我真的觉得东京生活好难哦，你们如果有人在东京生活后，我真的觉得超级无敌强，我可能已经习惯台湾台中的那种慢步调，然后呢我又到刚好就是第一站又是北海道，然后我在北海道就是又更慢步调的在就是悠悠晃晃，我人生真的是就是平平淡淡悠悠晃晃的，所以我真的好像我一直觉得东京很可怕，可是我觉得就是东京它有东京的魅力，只是因为我自己属于比较缓慢的人，所以我在东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适应不了，但是要怎么说，就是看到他们这样子很努力的生活就觉得超强的，因为东京上好多人哦，你能在东京就打出一片天，你真的是一定要有很多个人魅力啊什么的，反正我真的超佩服不管是在东京的年轻日本人还是在东京的就是台湾人，反正就是你看会看到人家唱歌，然后很多人就是很勇于表达自己，你看班上不是都会有很多就是勇于表达自己跟默默付出可是有时候可能会没有成果的人，那我觉得东京就是你一定要努力，就是举手发问，然后就是你要努力显示自己的个人特色，你才可能在东京打出一片天。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东京超级无敌美的。然后今天开始就是去迪士尼，迪士尼其实在千叶，你们知道吗？迪士尼其实没有在东京，我一直以为迪士尼在东京。迪士尼两天之后呢，我就要去哦，我还会再回来，我会再回来，可是我不会再住了，就是我会去浅草逛一下，跟令令一起去浅草逛之后，我就会搭夜巴去京都，这样，你这个大迟到鬼，你要问车啊，不是问我啊，同学。你说几点？我在这边站了30分钟。我想说你怎么没联络我？你是不是还没到？没有，我到了。我想说7点，我就7点再联络你啊。你的头是怎样啊？被风吹的啊。
今天的饭店。我们这次订的迪士尼系的票，他先给我们了，然后明天我们早上六点以后可以再跟他拿浪斗的票，我觉得超划算的。然后这边呢，他还给我们一个人3000块一日的券，所以我们住两晚的话就有6000块，12000的券，超厉害的，超多的。然后这边是令令，令令看起来很累，他今天搭夜巴来，我们两个早上在新宿车站，简直哦，就是有种就是要被东京生活冲走的感觉，已经不是啊。终于看到你了。早安，我终于见到了。坐车。对，然后又被人流冲走，坐车也是被人流冲走的感觉。对，就是一直被推着走，然后我又拿着很大包行李，就一直走，还不小心坐错车。它还有 Halloween 的装饰，等我叫令令来拍，超可爱的。Hotel 有专用的巴士，真的超赞的，真的这次订对 Hotel 了。迪士尼，因为那可尼，我们两个这次行程真的超 free， 等下9点开园，我们现在10点。哦，不管，我就来这边看一下就结束了。就是戏，就是主要就是那个自由的时间，然后明天的那个浪斗的才是我们的主场，感觉还蛮好进去的。上面那台紫色的。Lady, I'm a couldn't fall asleep again. And all the little things I've said, I'm sleep deprived almost every night. I wish that I wouldn't think instead. I know the sun is all about the things that I do, but I don't think about the energy to move. And I go back to the dreams again. But I shouldn't be sleeping when it's still now and I'm stuck in my head. In my bed, day and night, never feeling my best. I know.